我想用我的余生来报答你，可以吗？报答我？这个唐环，他在蜀中和京城都待过，也许早就认识叶姑娘。那他这次接近叶姑娘，会不会是另有所图？我早就觉得唐环有问题。公堂门时，若非我用暗器逼他挡在叶夕面前，如今中了暴雨梨花针的人就是他了。没关系的，小夕，我可以等了。我的命也是你救的，只是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。我想用我的余生来报答你，可以吗？报答我？哎，你们两个，哎，起来了，都起来了，人都走了。哎呀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啊！不过呢，麻烦问一下，刚才是谁捅的我，把我捅死了？谁给你们结钱啊？是不是？我应该早点告诉他，七伯装死，也是唐环之计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出去吧。哎，你不吃饭了？走。走。哎，啰嗦。哎，这没谷主的吩咐，我也不敢把你带进谷中啊。小夕，小夕，我们到了吗？哦，这是风华谷的入口。这就是风华谷。嗯，小夕。自从认识你，你一次又一次地救了我，我实在无以为报。如果这次我能活着回去的话，我一定尽我所有，以身相报。不至于到以身相报，